到花莲，真闹热的东大门夜市，昨暝七点外起火烧，一担烘肉蛋突然间烧起来，现场呛乌烟，这个店员和烟急受伤。台电是紧急来断电，有15台单位停电，无法度做生意。初步研判，可能是抽油烟机的油垢卡上高，拄到高温，也就是烘肉火势抽入去光线，才怎导火烧起来。规片拢全乌烟，而且范围是愈来愈大。行到欢喜的食夜市的民众，拢紧逃命。消防人员接到通报，马上赶到现场。抢救过程中，也阁不时看到火光。火灾发生的地点就伫花莲有名的东大门夜市啊。七日暗七点外，人当作的时阵，嘛因为这个火警，台电紧急断电，造成15栋瓦都营业。上面有冒黑烟，冒完黑烟，我们发现之后，然后就疏散人群。我们浓烟一直上来啊，吓到啊，那客人都跑光了。一天有一个店员去乌烟急流上，紧急送病院。你是感受人员，佮倒转来到现场，摊上互乌烟是覆甲规片拢乌起，尤其是这静电油污处理机烧破一空，研判这个意外，恐惊就是内面所累积油垢所引起。烤肉那个产生的火花，是不是有可能被吸进这个风管内，还是说因为风管内所积蓄的油污哦，因为温度过高所造成的一个燃烧哦，这两个现象我们当然都不排除啊。不过这次发生这个意外，嘛，让人发现讲这节油所造成的火警风险，摊商一定要注意。